去年的泰雅运获得社会女子组田径总冠军的佳绩。随着歌曲，来自各地总共九个乡的泰雅族运动员进场。105年第五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11号开幕，泰雅族人齐聚在新竹尖石乡运动场，参加一连两天的运动会。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是打雁是木巴那个，拉黑巴那人一哭，刮啦你的水麻木，拉黑阿个那很木。Laki agak nak kinca kau tak kimbakan tak? Cempai, cempai, 再谦卑。长辈们希望透过这次难得的运动技艺比赛，让年轻族人相聚在一起，不要忘记自己的族群。那么我们要让我们未来的子孙，泰雅族，我们所有的后代啊，让他知道我们泰雅族对长辈、对孩子、孙子的这个爱啊，永远都是不会断的。最主要是要有这个心，大家来参与，这是我所期盼的。我很高兴能来到这个场地来这边比赛，我希望我这次可以创我最佳的成绩，代表那个和平区男士拿到好成绩，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，然后可以交到很多朋友，这样各地各乡的朋友这样。传统竞技运动有田径、篮球、传统锯木及射箭等等。11号晚间举办的选手之夜，要让选手们在体育项目竞争过后，互相交流，增加部落与部落间的情谊。记者老爸比亚新竹尖石采访报道。